你们是最聪明的，对吧？外面在下雨，你们都出不去的，对吧？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犹如你落河底，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，注定是一车相遇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秋天到来，我们把枣装满口袋。我记得除了朋友，我还做过你的束缚，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。傻孩子，只是为了你是不是傻孩子？你是傻吧？傻傻傻傻傻傻傻。傻呀。干啥？过来！这人真的傻。到了花海了。花海。你要你离开。终于把面板铺完了，后面有点难听。在路上我有个人依偎，过去多年的人当时如此年轻，站着过街跑跳水台，完成了三分之二了。删除何必？汤圆儿，大厨们都在做些什么呢？炸鱼，炸鱼，卓源呢在做些什么呢？炸猪，炸猪，炒猪，炒猪。哎，那我们今天来夸花王。大家众所周知，十个甜甜有了新的音响设备。那么既然有新的设备了呢，我们就带点感觉来给他不一样的体验。今天花式夸花王，走。来来来来来，天高路远也不会害怕。我就没
开始。今天夸夸的氛围啊，我们有设备。Yeah.